哦，你卡手较紧，林姨夫的代志你瞧好啊。无啦，啊，着排班司机哦，乃在成立联谊会哦，就会有制度啦。啊，有闲哦，都斗阵食饭，感情就会愈来愈好，较袂一尴尬，毋拢相拍。嗯，安尼有道理哦。有需要阮做啥哦？做你讲，听你。嗯，安尼好。余安，联谊会成立迄天哦，你爱去剪彩，而且捐钱赞助。假讲诶。局长，嘿，你这边哦，请你向市长报告。以后咱司机相拍的代志会愈来愈少。无问题啊，经理，你要向公司请公关费，啊赞助司机联谊会餐费，啊恁三个人拢答应哦，剩呢，就我来去拜托司机选出会长、理事长，和代志继续做落去，唔通做一两档就收起，会去用看笑话啦。结束。现在拢几点啊？搁还袂回来？摆落去，风拢抓好啊咧。袂用的啦，今仔应该有代志，我要先走。等下，两撮拍完就走。美女来，美女来啊，美女来，先停止我好等啊哈。好。迄当时啊，新开的店，我知影你上爱食米粉啊。我若食，有人会避免啦。你他妈假的啊！一件哦，食一嘴啊啦！今日啊，食啦，食啦，食啦，食！食来啦，食来两撮，较早啦，哈！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华丽车行，你好，陈元生，啊，三个无伫个哦，想，跌倒。这个故事是啥？米粉，你都吃？牛肉面的楼顶，甲白饺遐，恁老爸恁讲哈。生气啊！恁老爸啦，为着车行的代志，一日到暗在外口甲人交杯盘烂啦，啊物件搁乌白乱吃，啊身体不歹，啊讲都讲袂听啦。恁三个哦，去参详一下啦。恁伫时接车行，伊就伫时轻松，伊伫时轻松，我就伫时心安。恁三个好好考虑一下。妈妈拢无来甲我看，敢有人安尼哦？谁叫你无要听话？我会记你搬细汉时，爸妈去练脚，啊你嘛无要干，你是拍麻将，你不是跋脚。十大医生通知讲，你已经准备出院啊。你要回去会用的，设计师签签的，签签的来去公证。去公证啥？以后不准再跋筊，无就离婚。你离